斗犬之王比特犬对抗140斤的中亚牧羊犬，两只狗见面会发生什么呢？待会儿咱们就放一只140斤的中亚牧羊犬来对抗这只大体型的比特犬，看看两只狗究竟会发生什么。先准备一个防爆冲的皮垫啊，害怕待会发生意外的时候不好控制。哦哦哦哦哦！这是今天2号选手，140斤的中亚牧羊犬，体型彻底可以碾压大体型的比特犬。看看两只狗见面究竟会发生什么？刚一照面，中亚犬体型上的优势就彻底表现了出来。比特犬今天表现得非常温顺，非常驯服，中亚牧羊犬也不想过多的欺负它，两只狗最终没有爆发大战。